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芬尼克斯的传说》。上次我几乎是忘记开麦克风，因为就是有点失策啊。因为现在那个 PS5 上面它会有，就是那个手把上面它会有可以设定说到底要不要开麦克风啊。我习惯就是把它静音的，所以就是这样咯，没办法，好，没差啦，反正也没说什么东西，所以就算了。看自己能不能那个，再看看。刚刚那个吹的是什么东西啊？有这种东西啊？这是干嘛？线挑战是说我要很快打败他们吗？哦，不是诶。好了吗？我都看不懂在干嘛。啊？这到底是怎么了？我怎么看不懂？哦，我忘记怎么跑了。按住叉吗？不是哦，按住这种东西，我看到了。哦，就是这样，就是要跑而已啊。还好他可以一直给我挑战，但我其实不知道在干嘛。Strange coin.They're in Charon's mark. Typhon stole those too? Charon was saving up for a bridge! 我现在应该是要去那个叫什么？这个可以升级是不是？不是不是，好，我现在要去那个七玄琴哦，小的那一个。是大的吗？哦，小的，小的，我是在这还是跟他那个没差？我们就先去。我能力是不是可以升级啊？看一下，欸，可以耶。哦，不是，这不是升级，是我有的技能。好，就这样，还是不太习惯呢。然后没差呢，百多，在附近，这可以进去的吗？不行，我其实有点忘记我在干嘛，因为其实这是离我上一次应该是一个礼拜了吧。来黄金琥珀呢？哦，又来了！哦，这有怪哦。哦，这野猪可以冲过去打。
我怎么没印象上次他们会主动攻击我啊？好了，反正没差，先那个。箱哦，这样被打到，可惜这个是没有，暂时还没来，不是说因之后搞不好会有。远攻的武器，其实他还蛮不错打的，就是算他这是要干嘛，啊，该不会该不会我要引诱他蹲在那吧，是吗？可以把这个踢过去吗？他有感觉吗？对对对，还是那一个可以。哦，可以推。推动吗？推不动。这样呢，我本来以为说是打完他我就可以拿的，所以我才没注意。好啦，那我这个只能先作罢吧。我不觉得他会那么机车，就是不让我拿啦，应该不至于吧。那这有飞的嘞，所以应该快可以拿到。
远攻的武器了吧。对，这个可以飞啊，还是他最后让我飞就算了。我怕我忘记，看一下这里可以传送吗？得得得，得得得，看一下要怎么按。我怎么忘记这个怎么玩呢？我看一下，哒哒哒，我很怕会忘记。教学，不是相同的吗？那所以，哦，为什么？他的是。不是啊，这是小的。嗯，这里不能传送，要被太机车。啊，再过去好了，回去。不过这个到底要怎么用啊？我以为这算是相，应该算是相同地区吧。他说：“我们是这样，重新走回去，他会用那个吗？没有哎、欸。嗯，好吧。哦，那卡在是什么地方？哒哒哒，好，没有。”嗯，有啦，就乖乖的做任务先啦。任务在桌上，好。
刚刚不是左上是右上，现在发现讲错了呢。你怎么看得出来？What's that glimmering? Maybe if I sneak up on it. 装备吗？These bracers, I've seen them in drawings. They can't be. Ah, but they were. Heracles, mightiest of mortals, slayer of beasts, defied Hera and accomplished the impossible wearing those bracers. And now, they belong to Phoenix. Through damn luck. Someone who's armed instead. So, Phoenix, after boldly besting the Gorgon that ambushed Heracles, what are you doing with that thing with your voice? Heracles? Yeah, that! That is how it's supposed to be pronounced. Seems like a lot of work, but it's your funeral. Except I can't die. Don't remind me. By the gods! I feel like I could lift a mountain! Yeah. If only those bracers could move this one. Hades alive! You two, get a room! 但我是不是就可以拿那个东西了？看一下，刚那个在哪里啊？没看错是这一个吧？那我刚刚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一个？是仙桃吗？那种？也要来打我，先修吗？为什么又在上面的这个？哎，五十几公尺，好，我看看。
穿什么吗？新装备耶！我等一下再看。我想把那个也拿一下。我想把，应该是这个吧。打开完这个宝箱的话，就差不多了。哼哼。哟，这个竟然可以脱掉！哦，不对，是因为那个我拿到那个东西之后才可以脱掉。这一块吗？哦，还有这一块，这可以推开。好，这个可以推开一点点。哇，这个没想到是长这样哎。好，新装备。好，这次就可以看看是什么了。对，好，法无伤的敌人，哎，还不错哎，好，这个嘞，生命只加一个哎，嗯，换了，哦，这下面还有啊，太神奇了，好，好了，今天我们先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哎呦，好可爱啊。